怎么样，治泥的人交代了吗？都交代了，明日早朝我会如实向圣上禀报，到时候你就按照计划。届时我会在各部使者面前揭开义城的真面目，促成合谋。嗯，来。哎，我来吧。疼吗？疼可以哭，不用忍着。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能收敛一点吗？也是，这次浩都立了大功，那位一定会给你们赐婚。那我……哦哦，对了，他伤得不深，不会耽误你的大事。我先走了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